双方一致认为，双签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有利于两岸经济进一步加强合作，有利于两岸共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激烈竞争的挑战，有利于建立两岸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，有利于增进两岸同胞的福祉。 我们反对任何国家对台涉武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，就像上次我在发布会上所讲到的，我们认为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，才真正有利于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。我们希望台湾方面珍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，多做。 有利于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的事情。签订，但是在大陆方面对于这个疫情，这个经验是。